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灿烂时光会客室》呢，是由《灿烂时光》节目，还有公视新闻议题中心 PNN 以及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联合制播的节目哦。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9点半，在公视新闻 PNN 的网站会有直播的内容。在那之后呢，我们也会来在公库的网站以及包括像《灿烂时光》网站来做后续的播出。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谈一个跟我们身体医疗健康其实是非常重大关心的一个议题哦。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有听过 PM2.5 哦？那 PM2.5 可能是在最近这几年台湾的环境界环保运动里面非常关切的一个议题，特别是我们知道从中国或是在台湾很多的大型的工厂，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霾害，或者是造成所谓的一种空气污染的问题。那今天要谈这个 PM2.5， 其实在嘉义地区其实也是越来越严重哦。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PM2.5 自救会的成员于尚儒于医师。于医师你好，尚儒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对，尚儒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PM2.5？ PM2.5 这个东西哦，大家可以看这一张图哈、哦。那在我们的左边这个很大的就是我们的头发哈、哦。那这个白白的东西呢，就是花粉。那 PM2.5 呢，它其实只有我们这个头发的1/28。所谓的 PM 呢，就是只说它是一个 particle， 就是一个微粒。然后呢，它的 2.5 的意思是说它是小于 2.5 个毫米，这样子直径这么小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的来源呢其实很多，它可以是来自于我们大自然，例如说沙漠中的扬尘，或者是说火山的喷发。它也可以来自于我们的一些属于工厂的一些排放，例如说钢铁业啦、石化业，等等的，他们都会排出这样子的微粒。然后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些汽机车内燃机的一些燃烧之后排出来的这些物质。那这个微粒呢，其实是有大微粒有小微粒。我们有所谓 PM10 哈。然后有 PM2.5， 所以数值越大，表示这个微粒的这个所谓的体积越大。对，对。那过去的话呢，一般，就比较了解的就是 PM10 这个比较大的微粒。那 PM2.5 这个比较小的微粒呢，是大概在90年代之后才开始呢受到这个国际上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视。可是 PM2.5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啊？就是说 PM2.5 它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无害的物质，那吸进去会怎么样吗？或者说它其实是跟空气污染是有关的，它可能这个物质的本身它就是具有这个毒害性，对人体会造成一些伤害。对，没有错，就是 PM2.5 这个东西呢，因为它很小、所以呢，它为什么他们会看说要小于 2.5 个这个毫米呢？主要微米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说它太小了，以至于说它可以很容易的从我们的这个鼻腔进入之后，进到我们呼吸道，然后甚至进入我们的气管、支气管，然后进入我们的肺泡，然后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中。所以呢，它假使它上面有携带一些这有害的物质的时候呢，那这有害物质就可以直接长驱直入进到我们的人体内，造成许多的影响。那所以刚才有提到说 PM2.5 它有不同的来源，它可能来自于大自然火山喷发，那这个时候它上面可能所有的携带这些有害物质呢，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但是如果它是来自于这个石化工业，或者是一些那个发电厂，或者是内燃机燃烧，那燃烧出来的上面它可能就会有携带一些硫化物、氮化物，还有呢就是我们很担心的这种一些挥发性的一些有机物质。还有这个叫 PAC 的这种，它是属于一种烃类的一种有毒的物质，这些东西它都可以附着在上面，然后呢再进到我们的体内。所以它是一个，简单讲，它是一个所谓悬浮微粒，然后它的数值其实它是它的体积的大小。对。那其实，在一般的自然界，它只要它的这个所谓的体积它小于到某个数值，它可能就是 PM2.5 或者所谓 PM10。对。那它的问题就是差别在于说，是不是附挂有其他的物质在里面，而这些物质对我们身体是不是有害的，这样一种差异性嘛？对。然后如果是 PM10 的话，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进到我们的肺泡，它可能这是在我们人体就有一个保护的机制，能够把它排除在外面。但是 PM2.5 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那因此呢，它的这个因为它来源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可以从它这个微粒上面
所携带的东西的比例呢，去看说它的来源到底是哪里。例如说，它可能它的最主要的几个区别方式，例如说它上面的硫化物的成分是越高，就是硫氧化物的成分越高的话，那它可能越多是来自于这个石化工业或者是发电厂的燃烧这种煤之后所产生的。那如果是在这种汽机车，它因为它的这个温度并没有那么高，所以它的这个硫化物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多。那如果在大自然界的话就会更少。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从这个，因为 PM2.5 它不会只是，通常我们去看的时候不会只有它存在，它会跟 PM10 一起存在，它一定有大有小嘛。那从这些有大有小的比例里面也去可以去看，如果说它 PM2.5 相对于 PM10 的比例越高，例如说 0.8、0.9，就100个里面可能有90几个都是 PM2.5，那这个时候可能它的来源可能就是比较属于高燃点、高温度燃烧，也就是工业的排放。那假使说它的比例越低，甚至0.4、0.3、0.5这种状况，那它可能就是属于大自然界之中的这些扬尘。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 PM2.5 跟 PM10 的这个比例去看它的来源。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所谓 PM2.5 或是所谓的 PM10， 它其实指的是它的这种所谓的所刚刚谈到一个比较像类似像体积的概念哦。可是你刚刚提到说 PM2.5 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肺泡里面，那但是我们的鼻腔不是会有一些黏膜，不是有所谓的鼻毛，它本来就是一种所谓的过滤的功能，那这个都完全没有办法过滤吗？那个都没有办法。那我们是不是也闻不到吗？就是有些这个空气，假设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得到它的存在，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它的气味上面知道，哦，这个好臭，然后这个臭味它代表是什么意义，那我们就尽可能去避免它。那 PM2.5 会不会也可以就这样的避免呢？对，这个 PM2.5 它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它虽然很有毒，就像 这个海报上面写的，就台湾正在毒气中悲鸣，但是这个毒它可怕的地方是你根本就闻不出来，因为它太小了，而且呢 它不一定会有让人容易去感受得到，所以呢所以我们的 也不一定能够造成我们的这些呼吸道的不适。对，但是我刚才提到 PM2.5 跟 PM10 都会一起来的，甚至更大的，所以呢你还是其实当它浓度高的时候，你还是会不舒服，因为有其他大的颗粒会让你不舒服。但是有时候呢，就是只有 PM2.5 高，就像我们发，例如说像我们在我们嘉义这边，我们常常就是只有 PM2.5 高，其他的这些这些空气中单独存在的这些氮化物啦、硫化物啦，或者是 PM10 比较大的颗粒，它不一定很高。所以像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更危险，因为你更没有办法去预防，或者你更没有办法去察觉。你必须要透过这个上网去看这些环保署公布的数字，你才会知道说 PM2.5 现在到底是多少这样子。所以简单来讲，它小到我们不管是从所谓的身体的感知，或者是刚刚气味的感受上面，其实我们都完全没有办法意识到它的存在，除非它跟 PM10 相对之下颗粒较大的这种所谓的物质在一起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它的密度，或者是因为其他的这种过程才会感受它的存在。对，但除了这个呼吸道的症状之外，就是这个是我们人最直接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像这种微粒啊，它因为可以会阻挡这个我们光线，所以说如果说这个能见度有改变的时候，其实它某种程度它是可以反映出这个微粒的一个浓度，也就是说你的视野如果比较差，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通常都代表说这个微粒它浓度比较高。那例如说，像我们常常会以为说那个好像是雾，对，好，但事实上呢，那并不是雾。在冬天的时候，常常灰茫茫的一片呢，那你看不到远方的这个山的零线，或者甚至连山都看不到了。那这种时候，这个 PM2.5 呢，在嘉义这地方可能就很高。那根据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观察呢，大概如果你连山都看不到，通常都是大于这个60-70以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PM2.5 的为什么我刚才会说就是大于60-70呢，最主要就是已经有许多研究就告诉我们说，它不同的浓度呢就会有不同的伤害。那大于65以上呢，一天的平均值如果大于65以上呢，就是 WHO 认定，就是对所有的人都有伤害，不管你是老人小孩，你是多么
强壮的人都一样。对。那大于35以上呢，就是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有中风，或者是说呼吸道比较脆弱的人，有呼吸道疾病、过敏、气喘这些人呢，都会有伤害这样子。就是它伤害什么？是对我们的支气管？对我们的呼吸系统产生伤害，还是说它会有其他的这种副作用？例如说，它可能吸进了某些的有毒的物质，使得我们整个身体上面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关于它的伤害我想就是我们必须要分成两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急性的，就是说它可能会有立即的一些呼吸道的症状，例如说它会诱发气喘的发作，或者是让你的这个感冒或者支气管炎变得比较慢好，那这个是属于急性的症状，主要就是以呼吸道为主。但是呢，就是在国外有许多的研究呢，其实已经发现它有着长期的这个影响，例如说它会增加这个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脏病，然后中风，那这个是一个，就是会致命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会增加这个肺腺癌的发生，肺腺癌就是这个肺腺癌跟我们一般抽烟抽的比较多的人，他可比较多增加的这种是属于鳞状上皮的细胞癌，那也是肺癌的一种。但是呢 ，PM2.5 它所增加的是属于肺腺癌，这个在那个几乎在国际上在医学界都已经是被认定的一个事实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是彰化医界联盟他们做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如果今天 PM2.5 每增加10个这个微克的话，它就会增加这个肺癌呢8%死亡率，然后增加心血管疾病6%的死亡率这样子。所以它对我们的身体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所谓的刚刚谈到一般呼吸系统的问题，就是说气喘啊，或者是其他部分，它甚至可能对整个身体的伤害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不过这是一个新的一种疾病吗？或者是新的一种所谓的污染的类型吗？因为为什么我们过去都几乎很少听过所谓 PM2.5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东西？应该是要从它的历史来讲就是这种微粒它所造成的这些健康影响呢，其实从工业革命之后就开始有了，比如说从英国的这工业革命之后，那他们就我们就说伦敦是雾都嘛，但那个雾都的雾呢，其实就是这些细的悬浮微粒，那它的这些雾呢，就是造成了很多人的这个的疾病跟死亡，那后来呢，就是随着这个医学的进步，公共卫生对于这种微粒它的了解。然后他们才渐渐去改善这些工厂的设备，所以因此呢，只要工厂的这些设备能够有效的去改善，就可以减少这个微粒的一个增加，那到了这种微粒的这种研究呢，如果以细悬浮微粒来说呢，大概是在九零年代之后，美国才开始的，所以美国也是做这方面研究最多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有要求他们的工厂呢，必须要去配合这个他们所做出来研究的一个结果。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说这个它的浓度的这个健康效应呢，其实是没有阈值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今天它要超过70对才对大家都有害，那它难道它60或者是它50、40、30就比较好吗？当然是越低就越好，但是越低不代表它就越没有害处。所以现在 WHO 已经把这个 PM2.5 的这个可以最对人体是健康无害的标准已经降到10了。那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标准，那就是依照他们的这个研究呢去证实。那很可惜就是台湾到现在呢还是没有办法呢，真正的去面对这样子一个问题。也是说，台湾并没有一个有关 PM2.5 的相关的这种所谓的管制跟规范的标准嘛？那我们待会再回过来谈这个所谓的台湾的现在目前的状况是什么？就是我想很多人大概是第一次听到所谓的 PM2.5 哦，那可是这个 PM2.5 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严重哦。那在台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北地区、在高雄、在台中，在每个地方，它的一种所谓的空气污染的状况，或者是它的工业发展的状况不同哦。那这 PM2.5 会不会跟着是工业污染，或者是所谓工业发展的状况而有所差异？那特别是当它又是一个所谓的空气间的物质哦，那它所影响的范围，我想应该也不会是只有在某个单独的区域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过头来请教于医师，台湾 PM2.5 的这种所谓的分布以及它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这首歌叫《这个老伙啊》，他就在写他自己，对。然后前面是他自己写的一首诗，对，一首台语的诗。时光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灿烂时光会客室呢，是由灿烂时光公视新闻议题中心 PNN 还有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联合制播的节目哦。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节目呢，让大家去了解这个社会运动或是台湾很多的社会议题背后一些更深层或是一些更重要的一些面向哦。我们希望我们对于社会议题或社会运动的了解，不是只有在停留在那个所谓的看热闹的这个层次，而能够有机会去看更多的门道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嘉义 PM 2.5 自救会的成员余尚儒余医师哦。那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余医师也跟我们大致讲了一下什么叫 PM 2.5，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大概也有一点点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哦。那虽然这个东西看不到或者是摸不到，甚至你有时候还是闻不到，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其实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哦。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请教一下余医师，就是
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PM 2.5，我们知道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很大。那可是它会有一些季节性嘛？例如说，在什么样的季节里面，它其实出现的几率比较高，或者是对它影响，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呢？是的，其实这个悬浮微粒哈，包括细悬浮微粒、粗悬浮微粒、PM 2.5或 PM 10，那这些微粒呢？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说它来源可能来自于这些工厂的排放。来自于内燃机的排放，那也来自于大自然，那另外呢，它还有所谓的这种区域性的这个输传输，也就是说它从别的地方飘过来，嗯，那如果各位有注意新闻的话，其实在上个礼拜呢，这个日本呢、中国跟韩国呢，在韩国开了一个这个有就是针对这个 PM 2.5来开了一个环境的一个会议，那出席的代表呢，就是这三个国家的这个环保署长，那他们要讨论什么呢？其实他们要讨论就是这个区域传输的问题，因为现在呢，中国呢，它已经从世界的工厂要变成世界市场，所以其实中国的这些有钱人 也多起来，那他们也担心起他们自己的健康，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很多先进国家，比较工业化的国家，他们很多的工厂跑去中国设厂之后，也造成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污染，所以呢。中国的污染物呢，它随着这个东北季风呢，在冬天的时候呢，就会飘向这个韩国、日本，那同时也会飘向台湾这样子。所以因此，这个 PM 2.5的问题呢，其实在亚洲的东北亚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属于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议题。因此，他们要讨论就是说，我们如何来改善这些工厂，然后来配合这个通报的机制，如何大家共同来想办法把这个 PM 2.5的问题降下来，因为它所造成的影响已经影响到它境外的这些国家，甚至回过头来去影响到日本自己。那在我们台湾呢，其实就很明显的，就是在冬天的话呢，这个尤其是从每一年的这个十月份呢到隔年的四月份，这段时间呢，这个 PM 2.5的浓度呢都相当的高。为什么？是因为跟风向是有关的。对，就是跟东北季风带过来是很有关系。例如说像我们嘉义市哦，在冬天的话，如果从十一月份到四月份哦，基本上从十月份开始算，都差不多是这样。这个每天的这个平均呢，大概是52哦。那在夏天的话呢，是28。平均的话，年平均是40。那我刚才有提到说，其实这个浓度呢，如果是大于35的话，就是对于这小朋友、对于老人，其实就是有伤害的。那这个是一个日平均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不是只有去年才这样子哈，这个是我们嘉义这个。这边呢是嘉义，然后斗六跟埔子其实都一样，从2011年到2014年都是一样的趋势，尤其是2011年特别严重，在1月、2月、3月的时候呢，它的每天的平均几乎都到达70-80以上，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人几乎都是有伤害的。那我们嘉义市呢，在这个今年的2月25号，各位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台湾的地图，然后呢，这样子随着这个东北季风的风向这样子下来，这整个嘉义斗这个云林这边云嘉地区都是一片黑蒙蒙的，这个指数都超过100。所以我们在这张图上面看到的这个比较黑的地方，它其实就是那个 PM 2.5 的浓度比较高，浓度非常高的地方。那这个浓度高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在百货公司，你看上去那个王子饭店的那个头都已经被这个雾所遮住了，那头已经看不到。就在嘉义的王子饭店的头其实是看不到的。对对对。OK， 你是说从哪里看看不到？就从它下面看。从它下面往上看，可是其实嘉义的王子饭店并不是太高的建筑物啊。对对对。所以它有种高耸云霄的感觉嘛。对对对，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摩天楼的感觉。所以这样子其实它可能会进到，如果这样以高度来讲，它是不是大概就20公尺以外都看不到，或者甚对20公尺以外，差不多或30公尺以外是看不到的。对，那不仅如此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哈，这个图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它这个是美国的卫星哈，它每天就是有两台卫星啊，然后照地球这样子，那它去做空拍，
那这个在大气科学里面，他们把这种悬浮微粒叫做气胶。哦，它就是对那个胶水的胶，胶水就是空气的气，胶水的胶，所以它可以从上面去拍整个这个高空看下去呢，这个空气的这个能见度透光率哈，那这个胶越浓的话，它就透光率越差，颜色就会越深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哎，这个台湾哦，白色就是云嘛，对不对？但是呢，红色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气胶浓度很厚的地方，也是就集中在我们这个。云嘉这个地方非常的明显、哦、为什么会特别是在云嘉这个地方呢？那这个我必须想一下，这张图它拍的日期呢是2013年7月5号、uh-huh.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时候呢东北季风的效应就相对来说少很多了、所以它就不见得是从中国来的这些所谓的霾害或者这些污染源嘛。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所谓区域传输的影响相对来说就少很多。可是即使少很多，从那张图来看，还是集中在云嘉这个地方。对，那也它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说，这个是来自于我们本地自己的排放。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在云嘉地区比较大的这个工业。石化工业呢，也就是麦寮那边的六轻，所以这边这个位置是很明显，这个是7月5号、7月8号、7月22号、那它不是呢，只有在云林这地方，其实哦，它也会扩散到这个北边呢，甚至到彰化，南边台南，到台南，有时候甚至还是到高雄、所以高雄这边呢，也有一区也是特别的，这个颜色特别深哈。那因为高雄那边也是有这个重工业的地方，所以呢，其实我们嘉义呢，虽然呢没有这个重工业，但是呢，因为这个北边有云林哦，南边有高雄哦，这两个地方所排放的这些污染物，也是会随着这个西南季风的，还有这个气流的流动呢，也是会传输到我们嘉义的。也因此，我们嘉义的这个 PM2.5 的严重度呢。也是相当的高、只输给斗六。所以这其实跟整个风向以及当地有没有这些所谓的污染源，例如说大型的工厂，像台湾可能就是在云嘉地区最大的工厂就是所谓的台塑，那所以它可能跟这个风向跟它的漂浮的这种情况是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如果是一种纯粹的风向来讲，那为什么在台湾的北部地区它是没有？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中部会有一些所谓的中央山脉的这种主角，可是在其他西部地方其他城市的分布情形又是怎么样？我们可能大部分的人呢都会有都会觉得说，哎，南部好像这个中南部大家都是务农很多啊，乡村很多，空气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其实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在1980年代之后呢，就已经改变了。这个在台湾已经有相当的一些研究都已经指出来。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60年代、70年代啊，整个重工业的一个发展之后呢，使得这个然后再加上后来北部呢开始有这个大众运输系统和捷运哈，所以即便他们的这个汽机车的密度有可能。相对于中南部很多地方还是比较高，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空气的品质呢，其实是比中南部还要来得好。我给各位看一张图哈，这个是这个财讯杂志上面的一张图，这个很明显哈，这个是今年的4月4号儿童节的时候，那这一天呢，凌晨就是说大家没有在骑车嘛，大部分人都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空气状况是哪里最好呢？那这个跟我们全年度的这个资料大概是一致的。台湾最好的 PM2.5 最好的地方呢，就三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阳明山，第二个呢就是新北市的这个金山，也就是核电厂那边，第三个呢就是在台东，那这边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嘉义呢是66，那只输给前金，然后整个前金是高雄前金，高雄前金区，对，然后整个斗六56，埔子58，然后美浓48，这些大家好像觉得说，哎，乡下地方其实也都很高，甚至南投也是高达62。那在北部的话呢，阳明山是18，那一天可能花莲、台东都是14、15，所以呢，整个北部跟这个东部呢，的状况呢，其实是远比这个西部的这个西部地区的这个中南部来的好很多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北部，我们整个西部的状况来讲，北部的状况其实是比中南部好很多。那
我不知道你刚刚出示了非常多的这个数据哦，然后也非常多的图表，这都是我们政府自己去做的这些数据跟图表吗？对，因为这个 PM2.5 的这个议题呢，也是在这几年，尤其是在一两年前，因为这个国光石化新建的关系，那因此当时有许多的这个学者，还有就是彰化在地的这些医师团体呢，就是站出来，就是让这个议题呢，然后变得更容易被看见。那同时呢，他们也去督促政府应该要在这网络上公布。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在这个环保署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这个 PM2.5 的它的即时的这个浓度。那这都是这几年才出来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我们的政府其实在像国光石化开始有一些民间的这些学者或是医生开始在提醒我们要去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开始做了这些数字的公布，以及这些检测。所以在这之前完全不做这些检测，可是照你刚刚的说法，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了。对，在这之前呢，其实政府他只用 PM10。那因为我们政府呢，常常就是会去跟随这个美国的脚步。那过去美国呢，对于这个空气品质，因为我们的空气不是只有 PM2.5 这个污染物，还有其他的嘛，有硫化物啊，有这个氮化物，然后还有臭氧，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那过去呢，政府他们所用的这个指标呢，叫做 PSI。这个 PSI 的指标呢，里面呢，它就包含 PM10 这个项目。但是呢，这个 PM10 以外的东西呢，就其他的东西就其他的这些悬浮就没有在这个指标里面。那现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已经改变了这个他们使用的指标，包含美国，他们都已经改成用我们说叫做 AQI， 也就是 Air Quality Index， 就是空气质量指数，或者有人把它翻作空气品质指标，每个国家中国大陆跟我们的翻译不太一样，连中国大陆都已经使用这个 AQI 的指标，但是呢，台湾到现在还是在用 PSI 的指标。所以因此呢，如果各位到环保署网站上去看的时候，你只看得到这个他告诉你 PSI 的状况。那由于 PSI 里面没有 PM2.5 这个项目，也因此呢，它的这个分数呢就会大大的被低估。那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空气品质是普通或良好，但是一旦把 PM2.5 加进去的时候，常常我们中南部这边的这个指标呢，尤其是嘉义，因为嘉义 PM2.5 就会特别高的时候呢，整个分数呢就会被拉上去，那就会变得不良或者是很不好这样子。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实际的状况比我们所看到的数字还要严重很多，以及我们看到在过去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已经面临到这么严重的 PM2.5 对身体的伤害，但是我们的政府在这个部分，因为它的科学标准的依据的不同，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完全也都不知道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或者是在我们身体早就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哦。那我们该怎么办哦？那我们觉得政府应该怎么做？那政府如果做不到的话，民间可以有什么样的做法哦？那今天的节目，余尚儒医师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严重性，也告诉我们什么叫 PM2.5。我们下礼拜呢，也一样再邀请余医师来跟我们继续的谈，在一个民间社会，在面对这种所谓污染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办？那如果政府他真的有心要去做一些所谓的防治的话，除了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之外，或者做一些事后的这种所谓的医疗体系的这种所谓的让它更完整之外，对于工厂，对于这些排放黑烟的工厂、排放污染的工厂，甚至从中国而来的东北季风而来的这些所谓的影响，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哦？我们下礼拜再邀请余医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谈这个话题。今天先非常谢谢余医师，我们下礼拜再会，拜拜，谢谢。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心中的黑暗掩盖了希望，忘记要相信。